各位哈波时尚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干杯新店店长，我叫 Mars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腿三角牛排，那这块油花会比较多一点，也是我们腿部油花最多最漂亮的。它口感吃起来很软嫩，它的油脂非常的香甜。在烤的时候，我们一样把表面烤到稍微有一点焦糖化，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让火一直烧同个地方。两面做烧烤，一样把它烤到金黄。油板厚度如果在两公分以上，烤完之后你可以让它静置在一分钟左右。调过味了，撒过盐了，可以直接原味做使用。